大姐，你真有福气，一看就是个旺夫命。哎呀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你这个脸呢，是我洗头生涯中见到的最大的一个。最大的一个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洗的？哎，行行行，下扶我吧，扶我。爸爸，这个是马，这个是骆驼。真棒。那他们俩为什么长得那么像啊？啊，那这个是这样的，这个世界上啊，原来啊只有马，没有骆驼，因为啊那个胖子老愿意骑马，因为胖子沉呢，因为他就把马呀给腰啊骑成这样，哎呦我的妈！帅哥，您的眼睛好大呀！你别笑，你废话，你要再使点劲儿，我舌头都出来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先生您好，我们做个街头采访，就是请问您能谈谈手机实名制的好处吗？手机实名制啊，手机实名制以后确实就方便多了，就是骗子打电话直接能喊出我的名来了，哎呦我的妈！手机骗子。你现在还有几个烧饼？还有。哎，你怎么不排队啊？排队还排什么队？我们俩一起的。就是啊，怎么了？来，你们几个都换。啊，这干嘛？我们一起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英文，狗，怎么说 ？Dog。你别笑。那贵宾犬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你完了！应该不寻常吧？孔明，这是谁呀？诸葛亮。孔明兄谁呀？他叫孔明。明明是孔明，你非说是诸葛亮。你别笑。儿子，最近怎么没见你女朋友来咱们家呀？分手了。为什么？别提了，我们俩一块看电视剧。电视剧里有诸葛亮，他问我是谁，我说这是诸葛亮，也叫孔明，孔明也是诸葛亮，诸葛亮也是孔明，他说我骗他。有人、哦、那您不跟他说实话呢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也不能忘。同学们，请用况且造句，谁来？你来。就是我小时候吧，我在农村，完了呢，我们那儿就可漂亮了。有高粱、玉米、大豆，完了呢，我家里有我爷爷奶奶、我哥哥姐姐，因为我爸妈都出去打工了，完了后我还有个小弟弟，哎呀，穿开衫裤。哎，况且，你别笑。哦，就是我们那儿有个小煤窑，我经常趴着小煤窑那门口就看里面小火车出来，什么呀？重新来，就是我们家那个在农村，完了呢，我爷爷那个拖拉机一发动起来，哐起来，你还行不行？这个也不行啊。那我们家农村就是过年过节唱大戏，哐起来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出去！这么简单的题，为什么只考76分？哎，我问你，这么简单的题，怎么只考76分？啊！老师扣了24分。你别笑。也对，也对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老公，我今天分红了，分了可多钱了。咱俩今天晚上吃海鲜去吧。哎，再给你买几套衣服，还有你看上那奔驰车，一起也买了吧。你打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